姐啊，我们那边就我普通朋友结婚，我都是要给钱的，给个2000多。就我朋友结婚，我都要给。就我现在这么，就我外面的朋友结婚，就给1999或者1888。是。我们家就是家就是他们家女儿结婚什么，我妈都是给6000，就给很高的那些礼数。你怎么欠你怎么出？是的，今天那些亲戚就不随礼了，就不拿上礼现在哪去了？行了，不行，来，滚，不行，不行，给我声音给你，不行，你别上街了。够了，这个500，拿了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听我的，你先把这钱拿着，500、600放在一起，听我的。等一下，我知道，你先弄一下，你们先走开，不要把这门关。其实现在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他说的1000他给我们了，哪怕他态度不好，晚上回去我们再想。